用声音碰撞世界，生动活泼。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3年12月20号，星期三，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几条商业科技轻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不久之前，小米发布了他们第三季度的业绩报告，在报告当中显示，小米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大涨超过180%，收入也实现了6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的观点也认为，小米逐渐提升的业绩表现离不开它的智能手机业务，特别是高端机型业务的拉动，尤其是最近新推出的高端机型小米14系列，在发售当天就打破了四大电商平台近一年来所有国产手机的首销销量及销售额的记录，成为小米有史以来表现最好的高端旗舰手机。并且根据通信市场研究机构 BCI 在11月的最新数据，小米以524.3万台的新机激活量，成为排名第一的国产智能手机厂商。而在4000元以上的高端机市场，小米也成为了仅次于苹果和华为的第三大品牌。事实上，小米从2019年就开始了对高端化的布局，然而这条路并不顺利，甚至还经历了几次口碑的翻车。所以这次高端机小米14的销量，让创始人雷军都在微博上感叹，小米高端化推了3-4年，终于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曾经以性价比著称的小米，为什么转而做起了高端手机？小米手机高端化初见成效的背后，又有哪些助推因素呢？感谢小米为本期节目提供的灵感洞察和部分数据支持，我们今天的轻解读就会和小米一起来回答这些问题。在这之前，让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蔚来在获中东基金投资。12月18号，蔚来宣布与阿联酋主权基金下的投资机构 CYVN 签订股份认购协议。CYVN 将以现金形式向蔚来汽车战略投资大约22亿美元。晚点的报道显示，交易在今年年底完成之后， CYVN 对蔚来的持股比例将由原来的7%提升到大约20%。不过，由于蔚来的创始人李斌的投票权更多，他仍然是蔚来的实际控制人。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蔚来第一次获得 CYVN 的投资。今年7月， CYVN 就曾经对蔚来进行过11亿美元的战略投资。蔚来的公告显示，这次投资完成之后，双方将继续在国际市场上开展战略和技术合作。李斌在上周的媒体见面会上就曾经表示，蔚来计划明年进入阿联酋市场销售。晚点的分析认为，蔚来这次融到的2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大约157亿元，虽然基本能够填补公司在前3个季度160亿元的经营亏损，但是还是不能完全缓解极端状况下的流动性压力。盒马鲜生暂停开通付费会员。界面新闻12月18号的报道显示，最近有部分的用户无法开通或者是续费盒马会员。盒马人工客服回应表示，从12月13号开始，由于业务调整，盒马暂时不支持开通或者是续费盒马 X 会员，之前开通没有到期的会员权益可以正常使用。相关人士表示，盒马正在大力做折扣化转型，未来所有商品完成降价之后，就不需要再额外买会员来享受低价。盒马从今年10月开始启动折扣化的变革，很多产品的价格直接降低，但是降价影响了付费会员的部分权益。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盒马与山姆是直接的竞争对手，双方今年还一度大打价格战，所以盒马如果未来免收会员费，可能是价格战的升级版。迫于监管压力， Adobe 宣布放弃收购 Figma。 12月18号，软件巨头 Adobe 公司宣布将放弃收购云设计平台 Figma。 Adobe 在声明当中指出，终止并购是因为欧盟和英国的反垄断机构没有给出明确的审批途径。监管文件显示，由于收购没有完成， Adobe 还需要向 Figma 支付10亿美元的违约金。 Adobe 去年9月宣布将以2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Figma， 但随后这笔交易受到了各国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今年11月，欧盟监管机构宣布正式对 Adobe 提出反垄断指控，表示两家公司合并之后可能会削弱产品设计以及创意软件市场的公平竞争。苹果在美国下架第9代 Apple Watch 和 Apple Watch Ultra 2。12月18号，
苹果宣布从这个月21号开始，他们将在美国暂停销售最新的两款智能手表，也就是第九代 Apple Watch 和 Apple Watch Ultra 2。苹果下架最新的智能手表，主要是因为和医疗器械公司 Masimo 之间存在着专利纠纷。苹果从2020年开始，在 Apple Watch 当中加入血氧监测功能，而这家医疗器械公司也起诉了苹果，认为这些功能侵犯了他们已有的专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今年10月认定苹果公司构成侵权，并且裁定苹果公司停止销售和进口侵权产品。目前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到为期60天的总统审查阶段，在这个月25号之前，白宫可以否决这项裁决。苹果公司表示他们会提起上诉，但在得到最终审查结果之前，他们将采取措施来遵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要求。不过这次下架的范围不包括 Apple Watch SE 等等没有配备血氧监测功能的产品，下架的范围也只有美国。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苹果正在对 Apple Watch 进行软件和硬件上的调整，想要让这两款产品重新上架，不过他们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和你一块来聊聊究竟有哪些内外部因素让小米能够分得高端手机市场的蛋糕。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周围的人似乎都不怎么换手机了。行业分析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研究显示，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的换机周期长达43个月，也就是说消费者平均3.5年才会更换新手机。要知道在2015年的前后，人们的换机周期甚至还不到1.5年。越来越疲软的消费热情也让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从2017年就开始逐年的下降。36氪的分析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和应用缺乏创新突破，导致手机市场的同质化严重。而当换机周期不断延长，消费者对于手机综合体验的要求也就会越来越高，低价也就不再成为消费者选择手机的首要考虑因素。因此向上寻求更大的成长空间，提升手机的硬件配置，打造差异化体验，也就成为了一些手机厂商的共识。小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了高端化的战略。此外，过去主打性价比也给小米的毛利水平设置了瓶颈，即便销量增长也难以带动净利润的大幅提升。36氪的报道认为，在小米的商业模式当中，手机是连接小米智能家居和小米汽车等等 AIoT， 也就是物联网生态的起点，所以将手机进行高端化升级，提升使用体验，就能够争取到消费力更高的用户，从而在物联网和 AIoT 服务里获得更多的收入增长。那么除了外部市场的变化，还有哪些要素给了小米冲刺高端化的底气呢？要素之一，双品牌战略，打造差异化认知。财经杂志认为，过去小米手机的用户以年轻的科技爱好者为主，他们追求性价比和科技尝鲜，这样的用户画像和高端客群的重合度并不高。因此为了打造主品牌的高端形象，同时还要兼顾原有的粉丝客户群体，在2019年小米宣布 Redmi 品牌正式独立。 Redmi 面向全球年轻人，承接了小米稳固的大众市场基本盘。同时在销售渠道上， Redmi 和小米也做了明显的区隔。小米以互联网手机起家，最初的商业模式就是通过电商的高效率节省线下的渠道成本，以此来形成有竞争力的市场价格。因此双品牌并行之后， Redmi 依然延续电商传统，主攻线上，而小米则专注开辟线下新零售，以此来服务高端化战略。截止到今年，小米在中国大陆的线下零售门店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0家。第三季度的财报也显示，线下门店贡献了高端机50%以上的销售额。此外， Redmi 也承担了快速扩张海外市场的使命，让转型高端的主品牌小米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向上走。我们以小米境外收入最高的海外市场之一欧洲为例，在双品牌的策略之下，主打极致性价比的 Redmi 主要占据的是中东欧等等消费水平相对没那么高的地区，而小米高端旗舰系列则以较高的定价销往更加发达的西欧市场。要素之二，小米生态的用户中具备高端机的消费潜力。确立双品牌的战略之后，小米就正式开始了高端化的探索。同时市场的反馈也证明，尽管智能手机整体疲软，但高端机型依然很受消费者的欢迎。根据新华网截止到今年第二季度的观察，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已经出现连续第八个季度的同比下降，可是在中国售价4200元以上的高端手机市场份额却达到了23%，相比去年同期逆势增长超过3个百分点。市场调研机构 Canalys 发布的数据显示，除了刚刚大获成功的小米14，同样定位中高端的小米13系列也在今年一季度成为了全球高端手机中出货量最多的国产机型。一方面，总体手机消费市场向中高端倾斜，增强了小米冲刺高端化的信心；另一方面，小米自有的用户中也不乏有高端手机购买能力的消费者。在上个月举办的小米 AIoT 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中，小米公布了他们智能生态用户的构成。数据显示，在使用小米空气净化器、扫地机器人等等小米智能家居的手机终端中，苹果手机超过了40%，并且拥有5件以上小米智能产品的苹果手机用户占比接近50%。苹果 App Store 应用下载量的近期排名也显示，米家 App 是下载量前10的免费应用中唯一上榜的智能家居管理平台。这两组数据说明，在小米智能生态的用户里，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的消费者同样有能力购买苹果等等高端机型，也就是说，小米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高端客户的基础。腾讯旗下的企鹅智库调研显示，华为和小米的用户画像重叠度很高，在两个品牌的现有手机用户中，月收入超过8000和本科以上学历的用户占比几乎持平，仅次于苹果。艾瑞咨询的一份行业报告也指出，小米13的换机用户当中，有将近30%都是来自苹果和华为这两个高端手机品牌。要素之三，具有提升软硬件性能的技术储备。事实上，小米的高端化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2020年推出的小米10是不错的高端化开局，但小米11系列却因为主板发热和 MIUI 操作系统的问题遭遇口碑滑铁卢。之后的小米12也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市场反馈。直到去年5月，小米宣布与徕卡相机公司达成了移动影像的战略合作。在这之后推出的产品都有了徕卡技术的加持，也让小米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高端化密码。在硬件方面，小米背后本土供应链的积累，比如高端屏幕、影像传感器等等高附加值零部件，也为高端化打下了基础。在操作系统上， MIUI 随着小米14的推出正式谢幕，取而代之的是小米澎湃 OS。 根据36氪的报道，早在9年前小米 AIoT 物联网业务初具规模的时候，内部就开始了对融合系统框架的探索，尤其在新增加了汽车板块之后，澎湃 OS 的出现能将手机、汽车和家电之间的生态隔阂打破，形成一套支持全生态设备和应用的操作系统。最后，消费者对高端国产手机的信心增强，也给小米在内的一众国产手机品牌创造了持续发展高端化的动力。第一财经在报道中提到，今年11月，苹果在4000元以上的手机市场占有率下降超过20%，而它所丢失的这部分市场则被硬核先进的小米和满血回归的华为收入囊中。界面的观点认为，手机市场消费国产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虽然总体上苹果依然保持市占率第一，但它高端市场的阵地正在面临着小米14系列和华为 Mate 60系列这对国产双骄的强烈冲击。那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是如何看待小米手机冲刺高端化转型的呢？你身边是否也有朋友在最近2年更换成为了小米手机呢？参与互动的听友都将有机会获得由小米提供的100元京东购物卡，我们将在评论区抽取5位幸运听友送出这份福利，期待看到大家的热烈讨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监制泽林、监制千文、商业内容策划呢呢、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Yuki。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下期再见。